有的时候你想知道某个视频发布的准确的时间，比如说同一个视频是谁先发布的。今天我来介绍两个方法，一个是用我的机器人，一个是用谷歌的网站。这个是我的机器人的名称，你们可以直接加它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 ID 复制，然后在机器里面输入 search video， 然后把这个 ID 粘贴进去，然后通过这个命令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上传时间是11:13。第二个方法是你直接到谷歌的这个页面，然后往下翻，翻到这一行，然后把你的 ID 贴进去，然后点 execute，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回来，这个就是视频的发布时间。但是这个是格林威治时间，所以你要加8才是中国时间。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，请帮我点个赞，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